喜讯，湖人考辛斯伤病特例获批，以用法最有价值，还得防两队截胡。这个伤病特例将允许湖人以考辛斯合同的一半金额签下另一名球员，也就是让湖人得到175万的薪金空间。到了那个时候，湖人就完全能利用这个伤病特例给到像杰夫蒂格或是特里斯坦汤普森这样有10年比赛经验的买断球员一份赛季剩余时间并且价值为175万的合同，这远比在现阶段或是推动交易的价值要高得多。像掘金和火箭这样的球队也会利用他们的中产特例优势与湖人竞争有实力的老将球员，但只要有球员愿意加盟湖人，他们就能利用这个伤病特例签下可能在季后赛给到球队帮助的老将球员。当然湖人还是要重视像掘金和火箭这样手握中产特例的球队在买断市场截胡球队的心仪人选。